正常辣椒宰下来。宰了，红了。红了。宰四五个。宰了一会儿烤。好看。我烧了。烧辣椒。粉条、烙白菜，给它。烧辣椒那啥呗。烧辣椒。喝汤呗。喝汤，喝粉条汤。嗯、行。给这进来。能不能拽一下？在这能慌的拽一下。你把，哎呀妈，真蹬下来了！哎妈，扎手！扎手！这玩意这么扎手呢？那，咋弄这？哎呀妈！这根扎的，比这花根扎的都深。那扎手，扎手。咱这一夏天接了五个辣椒，呀，不对，接六个。六个吃呢吗？四个红的，俩绿的哈。烧上一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。今天晚上火着硬啊、哦，粉条熬白菜，完了贴大饼子。怎么样？这个菜，主要这范儿硬。跳段神讲话，我知道是粉条弄白菜，说啥我也不能来。粉条弄白菜好吃的菜，去毒的。好吗？这头型脚怎么样？挺好。挺热呀、啊。锅得烧热热的吧？嗯，锅得烧热的。哎，我烧，我烧来。你干啥去了？这整的这俩包面。哎，都我。看，这俩就没液。是吗？那。那烧着它呀。嗯就烧这样才好吃。嗯，烧的。烧辣椒，喝白菜汤啊、哦。烧大火的。嗯，烧大火的。你非得先烧这把火。这烟子挺好烧啊。嗯，这锅子多年了。也买烟给它抽下来。啊。买烟给它抽来，抽来，人在屋里给它抽下来。多少钱能抽下来？也没一百块钱了。不到那些。啊？嗯，不到那些。不到那些了又，见了。自己说的。谁、嗯、抽？对呀、啊。挣过一百。我有去年前的，他们抽了一百。可这现在抽到去年前的抽的吧？去年。去年吗？去年来抽，今年没来。今年没来，来没人抽。没来来好几年。来好几年。不光是一份儿。是没人抽是吧？也有人抽。挂了，挂不到手了。来年你咋的？八百斤一场。来年。夏天前吧，开窗开门前吧。你抽下，你再等三年五年也没事，都能拔。哎，出锅了啊、哦！好的。放啥呀？等着。哎呀，不，焦黄焦黄的。哎。烟着疼的，我咋的？也没我。这嘎巴是你爸的最爱。妈，这粉条汤闹焦点儿。烫手了。嗯。是烫手了。猪的呢？出锅。不是那勺子哪去了呢？搁辣椒不搁辣椒啊？我呀、啊。我爸呀、啊。我搁不搁？啊，搁辣椒。你咋的？你看成菜他盛的盛两份出来，你跟他说他饿成的。这吃鱼的，你吃鱼的，给我放点辣啊！那盛菜烤的，吃几个了？俩，自己。好了点啊。这是啥呀？打的。嗯。看看。打的包面儿，感觉。